天哪，他们已经过两关哎。对啊，然后他们还有两张卡，对，超顺利的，还有两张卡，两张卡，只要挑战四题就好了。真的？对 ，OK， 加油喽，马上来进行喽，好不好？来，草船借箭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这个单轮啊，学多久？大概快七年了。其实俊杰呢，有因为骑这个单轮去参加比赛，有很好的成绩耶。哦，对，比了一个什么的那个？参加过两次全国独轮车锦标赛。哇，独轮车锦标赛哦，那你得到什么？第一名。果然就是高手啊！如果那个有小朋友想要像你一样，就是青少年，他们也觉得想要学这个，你鼓励他们吗？越小的话学起来越快。真的吗？对。谢谢邱俊杰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，是，谢谢你，谢谢俊杰，谢谢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的表演题啦。对。等一下的题目呢，应该都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哦。对。来，第一题，请出题。